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可一。由于前段时间工作真的是太忙了，导致我之前留了一个坑，到现在都没有填。本来当初说好3天内跟下一期，昨天我一看时间，好。弹幕或评论区里告诉可一啊。投币过1000，下期出什么你们说了算。我们这一场前期是打了一手飞艇超法，飞艇里装了炸弹人，落下来后能帮助超法扩大输出范围。其实这把矿工配炸弹人可谓是完全不搭边，我们甚至还带了一瓶地震去帮矿工送送土。这期当时真的是打了近半个月，非常的难打，但无限接近黑山才能领悟兵种的真谛。有时候你打不了三星，或许真的只是因为你输的还不够多。由于一部分皇室的卡在部落里面是没有的，所以我们此次系列仅能对卡组名称所涉及的核心卡进行复刻，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卡组难以实现。我想了很久，现在征求一下各位好兄弟们的建议，翻译是针对卡组名称的谐音进行复刻，例如树猪放到西游戏中复刻则为极速加野猪打法。第二种复刻方案则是针对其效果进行复刻，例如部落里面没有的飞桶，我们采用飞艇里装哥布林来加以实现。大家如果能接受第一种谐音的复刻方案就扣个1，能接受第二种效果类复刻的就扣个2，要是都不能接受那就扣个3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如果都能接受那扣6就完事了。其实我皇室玩的是真的菜，为了完成这个系列，我甚至把已经3年没玩的游戏下了回来。好的，那么我是可一，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别忘了投个币支持一下萌下和猪牙，点赞过2000，下期复刻皇室打法马上来。会不会